啊，这有什么结缘的过程吗？跟妈祖？这个求子是想说跟妈祖求，能看能不能求到一个小孩这样。求第二年，第二年怀孕，然后第三年一样挺着肚子出来走，结果就双胞胎。我是去做试管，但是我只有一个胚胎。你只有一个受精卵？对对对，你可能妈祖婆给我的。嗨，啊，你们是发结缘品吗？啊，你们第几年？我们第几年了？哦，两代一起来。第七年了嘛？第七年了。分享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分享是第八年。你是第八年。我们就是去北港先带产品去分享，带这个香皂去做分享，然后分享完是就是北港庙。啊，后来我们很感动啊，就第二年隔年我们就开始报名，然后一路一样是一直在分享我们自己的香皂。啊，这有什么结缘的过程吗？跟妈祖？这个求子。哦，求子啊！啊，走第一年的时候，就求子求了叫钱花，因为那时候人少。第三年大着肚子出来走，这样。啊，小孩现在在上学。对，昨天有出来。哦，昨天有出来。昨天有出来，对对。那时候求的时候，有没有就是觉得哇，真的求到了？有，真的。那时候过程是怎么样？过程好多。聊一下没？我们有的是时间。有很想要求子，求相信的。有啊，就是想说跟妈祖求，能看能不能求到一个小孩这样。那时候拼很久吗？是没有，也是有计划的要求子，有计划中就对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隔年就怀孕还来走。求第二年，第二年怀孕，然后第三年一样挺着肚子出来走。啊，你们那时候有怀孕的时候有走多长一段吗？还是也是来怀孕的时候有几乎是全程，然后分享结缘品。那时候求花的时候是有走，就是我报名的第一年就是全程吗？没有，那个前面的36小时基金军那一次，基金军回程的第一次去程。那是求儿子求女儿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一定要男的，就是有，结果就双胞胎。啊，你们是本来就有基因还是做的？我老公那边是有基因，然后我但是我是去做试管，结果啊就两个，就是一个变两个。可是不容易耶，试管真的不容易耶。那时候要打针吧？要啊。对啊。要吃药。要。那然后求，但是我只有一个胚胎。你只有一个受精卵？对对对。那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可能是刚好因为有遗传吧，就刚好自动就分裂变两个。你可能妈祖婆给我的。对，恭喜你耶。生完小文之后去还愿他宝贝，一次就是给我1000个1000个，头一抬起来跟我讲，妈妈明年我要发12000个，我就快昏倒了。你的意思是说那时候许愿的时候，许愿第一年要小孩啊，许愿的时候我要还愿，然后我说那我分享1000个平安照可以吗？够吗？然后他就一直求杯，然后我就在求了12次，对，我就一直拔，一直拔，要拔到一个行不会很难呐、啊，结果就1000、2000、3000，一直到12000，他就给我3个行杯。可是这个真的是需要发给大家，这个福气真的是。我刚才没讲完，你是双胞胎，然后来走哎、啊。那你那时候几个月啊？6、7个月，刚好遇到他要出门，结果出来走，因为六七个月的时候其实就很大。很大，你是双胞胎耶。对，双胞胎。三个人一起走哎。对，三个的。对啊。对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路上就看到很多阿伯就说：“啊哟，要生啊，搁出来呢，那巴肚还大坑啊，要生啊，搁出来点啊。”因为你又特别大。但是我是刚好趁着六个月刚好。其实双胞胎要6个月才算稳定，对，我才敢出门。之后我想说，我好不容易敢出门，你又要我回家，也日子也帮你算好了。对，妈祖可能也想说也差不多那个。对，他如果是肚子3个月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不敢走。你说还没有结婚？谁？你？这个是这个是你是宝贝啊？你是宝贝啊？你是去年的宝贝啊吗？他是另外一个哦，这个是五彩姻缘线，这是五彩线，然后这个是缘，是就是那个 N 有没有？缘啊，代表缘分啊，就是你可以绑在手上，会为你招来姻缘。是。哦，谢谢，这个他很需要，他一直就抢着拿走了。现在很缺姻缘是不是？我们摄影大哥。
你还是做，我把你当你的棍。我懂。十几年中间，只要妈祖有来，有经过大家，不管有经过无经过，我一定拢会摆香幡桌，甲来敬候妈祖婆。那经过，阮当时上满意。那对啊，伫咧拜拜时阵，就有甲小妈祖祈求，经过厝诶，当树吼，一个。那不管有伫拜庙，拢无定，然后来拜拜，祈求规家大小平安顺心。然后无想讲妈祖婆经过了，然后伫路口行桥，搁歪头过，转来厝里做客，真正足欢喜。只要妈祖有来，有经过大家，不管有经过无经过，我一定拢会摆香幡桌，甲来敬候妈祖婆。那有经过，阮当时上满意。那对啊，伫咧拜拜时阵，就有甲小妈祖祈求，经过厝诶，当树吼，一个。那不管有伫拜庙，拢无定，然后来拜拜，祈求规家大小平安顺心。然后无想讲妈祖婆经过了，然后伫路口行桥，搁歪头过，转来厝诶做客。是轻松的无聊。欢迎卡卡加入临时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爆新闻，我要有点小小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